妈的，这个车还在流水了，你这里上面全部装的是苹果，还是烂的苹果？我掏了2个，他妈的都是烂的，这全部拉过来，全部都他妈的放在这个对面这个果汁厂榨成果汁，然后给我们吃的。哇靠，他妈的，还不知道他妈的这个这么恶心，又臭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大家都来评评理，怎么这么奇葩呀？好，其实他飞机掉下来了，我操！掉飞机掉不到飞机。我操！这飞机掉大了，有起飞的保险。这个飞机咋能掉下来呢？白想了，可不是的嘛！哎呀，没听。妈呀，还小孩？小孩啊？嗯。私家飞机。这里呢就是牢房了。这牢房呢大概也就4-5个平方，里面需要住8到10个囚犯。你想想，8个人在里头。你睡不能睡，躺不能躺，你只能什么蹲在这里，或者是坐在这里。所以古代叫什么？叫坐牢。我靠，来救援车了！哎呀，这种天我能出门啊？老师就在家里。千佛山路第一现场啊，水淹，大家来看一下哈、啊，奥迪 A6 啊，雅阁，包括特斯拉、奔驰，后边还有一个宝马 X5。你就不知道呀，吓死了你呀！这个风可更大了，你这，嗯。哎，你们看看呀，这个风呀，简直大的不小了。真是太重了，嗯，不叫太重了。一昨晚龙卷风太厉害了，这是一个羊肉馆，这是一个简易棚的羊肉馆。昨天晚上一场龙卷风把棚也卷没了，桌子、椅板凳也没了，锅灶也卷没了。你看，山东省临沂市一塘镇苏河南村昨晚的龙卷风，你看空调都吹到这里来了，这里的小房子也吹没了。正在店里抢修当中，都弄个这个朝天，嗯，是吧？嗯，有关部门都在这里抢修呢。你看，
厂房也催成这个样子了。这个龙卷风哈，属实的是厉害。昨天晚上，哎呀，龙卷风，你看，看损失特别严重。你看这羊肉馆生了个啥了？长这么大，从来都没见过，反正从来都没有过呀，特别的严重了。你说。这样这是龙卷风的这个破坏力相当严重，你看这小房子在吹下来的，从这个地方直接一直吹到这来，里面没人，有人就砸死了。你看这房子就破坏性，你看这破坏性相当厉害，相当严重。烟火的破坏力，你看这破坏性。你看这铁皮子管子连线去了，相当严重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